如果人生有二分法，那么我夏红谷的人生就是在22岁这一天走进了分界点。虽然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可我已等不及要跳起来去迎接了。22岁这一天，我的人生闯进了不少人。并处罚金，没收财产。你好，有男朋友吗 ？Lexi。于老小姐您好，我们是向阳卫视的，有些问题想采访您。上车。冠军是夜叉大美，你会骑车呀？练出气儿使的。我完全没料到这些人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小鸟变聪明了，稻草人再不打败，小鸟一眼就会识破了。好聪明啊！我，你在对我稻草人做什么呢？你不觉得这个造型比上次的好看吗？哎呀，你别跑，别跑，别跑！造次你把我轮子车踢成那样，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哎呀，我还有宝马的款式。不要吧，哎呀！嘿爷，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豹纹，也不喜欢斑马的话，还有长颈鹿，还有孔雀，还有
哎呀！红果，不要跑，等等我。等等我。谁的？啊，谢谢，刘先生，我来替您打这个官司。我实在用不起你，你还是回去吧。我是专门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公益律师，免费的。他说啥？不大懂。好像是可以免费。我已经了解了您的情况。您这次是因为机械故障而受的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判定为工伤。所以我们胜诉的机会非常大。更何况，劳工的权益本来就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官司。闹着闹着，我答应了啊！快乐！哎，好不，不愧是百花村第一海量啊！那是了，喝了喝了，都干了啊，干了干了！妈，我敬你。啊，红果，我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老婆，红果长大了，可以嫁人了。黑爷爷，可是我想要嫁给你，可是你。不能啊！你可不提闹了。哎，你们看，你们看，疯不疯？疯不疯啊？别闹了，一个黑人来了。好了，来，干杯，走，走一个，干了。哎，师兄，都干了。再见了，妈。再见了，小树。再见了。我最爱的百花村。刘先生，这次您这伤也不轻，估计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工作了。这些钱您先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来，谢谢。哎呀，谢律师，我们实在太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用客气，真的不用客气。出去看看。哎，你看，他们整天嚷嚷着要互告，他家的鸡跑到他们家，被他给宰着吃了，他的牛吃了他们家的青菜，哎呀，这些事儿我真是解决不了了。你是律师，你一定知道怎么解决。他都就是不给钱。你讲理，我要告他。我要告他。你听我的，先不要吵，吵架解决不了问题。他家的牛吃了你家的菜，吃了多少菜就按照多少菜来赔。亲爱的大家，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带走。
年纪最小，我只能带你走。你们大家要好好保重，要互相照顾，知道吗？再见。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告诉我妈。少爷，我可找着你啊！老徐，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不用跟着我。夫人让我一定接你回去。我会给我妈打电话的。少爷，少爷。你真是本台本年度最佳新人呢，这进台实习还不到三个月，没有一个项目不拿第一。你再这样继续保持下去，我敢保证不到两年，我的这个位子你是坐定了。所以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让你走人。小温呐，做人100分就够了，但是101分就不是做人，是做神。记得这里是人间，不是天上，还得留口饭给人吃。难道我还真长了一张让人紧张的脸？我呢，给你介绍一个比较接近天上的地方，那里优秀人才多，更适合你。电话已经打了，你的资料我已经寄过去了，他们马上让你报到。点什么？不用了，给我一杯咖啡吧。嗯，好的。先生，牛排要几分熟的？我点牛排有个习惯 ，A cup 10分熟 ，B cup 9分熟 ，C cup 8分熟 ，D cup 7分熟 ，E cup 你知道吧？什么意思？那就要看你的尺寸，要我点几分熟了。先生，对不起，我们不能跟客人开玩笑。我不开玩笑，全熟。人家明明是8分熟。你们两个不是一见面就吵架吗？怎么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俩的共同语言是最多的，爱上同一个男人又都被甩了。娜娜，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很喜欢你啊。晶晶，我也很想你。真的，小杰，那我们不要分手了，继续在一起好不好？
们已经结束了。啊？美女，我叫林杰。你看，林杰他就这样，只要看到美女，你不管跟他再好，他都不会理你了。我明白了，我不会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了。你记得今天是来干嘛的吗？记得。林杰，我恨你。等一下。这么多人。可以了，我还是舍不得打他。你是打的？我也是这样，虽然恨他恨得要死，却还是爱他爱得要命。我虽然不能永远跟你们在一起，但我永远都会想你们。果然是女人不笨，男人不爱。然后香蕉啊就变成茄子了。听了那么多故事，口渴了。谢谢。想去哪儿？去旅游吗？嗯，我想去大城市实现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新娘。那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啊，就是去这本杂志社上班。你会念吗？不会。L 杂志。L 杂志。只要每次心情不好啊，我就会翻开它，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好多我不认识的人等着我去探险。只要这么一想，就觉得没有什么好难过的，而且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哦。看这里面的人是不是都很漂亮？嗯，看他们穿得很漂亮哦。红果，红果，还睡？快起来吧。没睡，哎，起来啊！红果，红果，红果，张硕，看着红果没有？没有啊。妈，我走了，不要担心我。哎呀，哎呀，红果，姐姐可以给我看吗？可以啊。小偷！哎，小偷！大姐，他把你的背包偷走了。啊，我的钱包真的不见了，把钱包拿出来。小姑娘，我不是小偷，不要瞎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你把钱包拿走的，钱包交出来。你看，你看，你看，给你看，你看，没有吧？我刚刚明确看到你把钱包收起来。你不用问了，钱包不在他身上。就是嘛，我又没拿钱包，我又不是小偷，怎么会在我身上呢？啊！知道了，你们是同伙，钱包已经在你身上，你钱包拿出来。小姐，你搞错了，我不是他同伙。那你把钱包拿出来，我看啊。我不是小偷，为什么要给你看我的钱包？那你证明啊，你为什么不敢把钱包拿出来？小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致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情节严重的，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将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小姐，小姐，算了，钱是小事。不可以，偷钱包就是不对，你跟我去派出所。走。丁天，你要是多少吧？大哥发了。
今天非常多呀。是啊，大哥。全都交出来吧。你们这三个人现在是越来越离谱了。好吧，人民警察工作。我都不好意思抓你们了，你们到这还好意思偷是吧？我们也是为了生活，生活，为了生活，为了生活。走，跟我去派出所交代情况，快！走走走，走。好，两位慢走。谢谢啊。不好意思。没关系。对了，给你一张我的名片，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谢非凡律师，你是律师啊，好厉害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衣服。好看吗？这裙子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服当然也是我自己设计的哦。原来你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很高兴的是你看三两，好，谢谢。喂妈。非凡，你在哪里？刚才老徐说没有接到你。今天晚上是我们集团27周年大庆，一定得到啊。妈，你知道我对香榭的事儿一直都不太感兴趣，我就不去了吧。非凡，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对你爸爸有多重要吗？作为儿子，你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到场啊。那好吧。联系上非凡了吗？他爸真不想来了吧？联系上了，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会准时出席的。相信是我打拼了半辈子的事业，不交给自己儿子，交给谁呢？这事情啊，搁别人都求之不得，可我的儿子还不喜欢，不知道想什么呢。放心吧，我会好好劝他的。你要多费心呢。是。你的电话，哎，喂，莎莎，我要去你那儿住几天。到底住几天呢？不知道，但是我不会一直麻烦你的，找到房子我就会搬走。那就最好了啊。我现在去哪儿找你？我今天有一个规模超大的秀，在香榭大厦，你过来吧。好的，拜拜。相信27周年大奖的邀请卡呀！哎，我肯定去的。我跟你说啊，我拍完照片之后呢，晚上就上网，你记得狂顶我。行。华仔，你口味老土了。现在蒋叶莎莎，谁知道啊？怎么可能啊？我网站一天3遍更新的呀，肯定是最新消息的。那你要告诉我网站的流量啊，每天有多少人进站？搞不好这3个都是你自己的。你看我们家冰冰，网络上都是她的消息。叶莎莎，谁知道啊？冰冰怎么了？冰冰了不起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莎莎16岁就拿到了中国超级模特新秀大赛冠军呢。你们冰冰得过冠军吗？哼，就算是冠军也过气了。好，不跟你说了，拜拜。哎，你记得顶我啊，金峰，我求求你了啊！哼。哎，莎莎，在我心目中永远不会过气的女神。啊，怎么了？这位大婶，这件衣服是我要穿的，麻烦你脱下来。你叫谁大婶呢？这里谁年纪最老，谁就是大婶喽。
小屁孩，想当年我拿中国超级模特新秀大赛冠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是，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你那么老。你说谁老啊？哟，生气啦？别呀，到时候气出几道皱纹来，去饭馆夹夹苍蝇倒是不错。我懒得跟你这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喂，还我衣服！我怎么不知道这件衣服是你的呀？喂，你还我衣服！你别拉拉扯扯的好不好？别没皮没脸的大婶，你叫谁大婶啊？叫你喽！你才是个大婶！干嘛？干嘛动手动脚？干嘛？大婶，您大婶！哎哎哎哎！哎，别！干嘛呢？这是？缇娜姐，穿我衣服。缇娜，你告诉他我是谁，没大没小。脱下来吧。我让你脱下来，这件衣服是厂商指定冰冰穿的，你呢？这件不错，你穿这件，快去换啊！快点换着，急什么？快去吧。赶紧换衣服吧啊！好汉不提当年勇，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老把以前的事拿出来说，可他也太狂了吧！莎莎，你都已经23岁了，模特这个行业你不是不明白，年纪跟机遇是成反比的。下个月你通告也不多。好好抓好每一个机会，要我说呀，别跟那些小屁孩浪费时间，不值当的啊！我的话你好好想想吧，啊！这是不是你给我弄坏的呀？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有意的，我腰粗吗？你什么意思啊，叶莎莎？我不想跟你这个小屁孩在这吵架啊！叶莎莎，你给我说清楚！说清楚什么呀？到底是不是你给我弄坏的？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弄的了？就是你弄的，你别想狡辩！推人干嘛？你告诉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叶莎莎，怎么又吵起来了？怎么回事？缇娜姐，你看，把我袋儿都弄断了。没事，让服装补一下就行啊，别生气。莎莎。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啊，行行行，散了散了。美女，你会骑车吗？你会骑车呀？你眼出气儿使的。美女，你好野蛮呐！喂，你好，我沈强。
啊，啊，这么紧急？好，好，行，那我和林姐交接一下，就这样，拜拜。麻烦你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我准备一套衣服呀？今天晚上要用的。款式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了。A 大，大公子，能帮我印上怎么样 ？OK 了，已经。好，五分钟以后通知记者进场。好的，好的，好的，我不要你。我总认为武汉商界集团同月同日生肯定有种命运的牵系，会将武汉商界集团紧紧拉在一起。相信我来了。对不起小姐，你有邀请帖吗？这边不能停留，你这边停。小花，我们真的来了，相信吗？好漂亮！好，你位置就在这边啊。谢谢。嗯。喂，哎，林姐，我突然接到一个襄阳卫视的紧急通告，我看大典那边你只能自己搞定了。没事，兄弟，交给天才林姐就行。好。啊。哎，小姐，你有什么事情？我想去后台找一下模特叶莎莎。啊，好的，这边请。谢谢啊。嗯。自己搞定。找的房子呢，赶紧的搬出去，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同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你放心，我不会赖着你的，我还怕跟你处时间长了，智力降低呢。佳佳，外面有人找你啊。
珊珊，珊珊。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先生，他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哎呀，不过应该是我粉丝吧？见到我太激动了。哎，没办法，美女嘛，就是杀伤力比较大的。我走了啊，走吧。他坐不了，他坐不了。冰姐，谢谢，冰姐，莎莎，莎莎，谁坐坐？莎，啊，莎莎，莎莎，谁？莎莎，见莎莎，看到见莎莎，看到见莎莎，看到见莎莎。深呼吸，吸气，吐气，吸，吐气。好，相机给我，相机给我。我看到见莎莎，我是干。好，相机给我，我帮你拍照。啊啊，我看到见莎莎，我帮你拍照。啊，送你打车。啊啊，送你打车，送你打车。莎莎。答应，答应。喂 ，Mason， 你误点？啊，现在一切都正常，对，很顺利。那好，我了解。放心吧，总经理。OK， 嗯。拍的怎么样？没问题。华仔，你要请我吃饭。干嘛？我觉得他衣服好好看哦。对啊，比你穿的好看多了。你是哪些媒体的？我不是媒体。不是媒体、啊，没事，可以走啊。不走是不是？保安。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好、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好，我哎，奇怪。怎样？怎样？真的难相处。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引领摩登潮流的教父香榭集团的大家长谢连震、谢董事长咸康利入场。有请谢董事长为我们的香榭大典开香槟。
在这一刻之前。